个，您觉得我男朋友怎么样呀？挺好，这孩子。叔叔，您看这彩礼给多少合适？嗯，500万。什么500万？把万去掉，500。不，现在就给我。有人。这500块钱是昨天打麻将，他没给我，一直就赖。你算是替他还了啊。彩礼的事儿跟他妈商量，我管不着。彩礼的事儿我管不着。老公，我想跟闺蜜出去玩，给我点钱呗。一天到晚要钱要钱，20，够不够？可以呀，哥，这嫂子出去玩你就给20。这还不给你生气，这很正常嘛。哎呀，20就20吧。哎，给。有人，那我走了啊，你们玩。你就留20啊？你就留20啊？老公，你给我演个节目呗。我哪会演节目？哎呀，你就给我演一个。哎，前两天网上有一个节目特别好玩，叫学傻子说话。哦，那开始吧。那开始吧。你快点儿。你快点儿。我让你学傻子。我学半天了。学半天了。哎，这啥意思啊？嘘。这么多小事儿，就我一个。哎呀，别捣乱，别影响我抓阄。一个都不会啊！谁？小点声。啊！大宝，快坐。哎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叔叔真帅。这孩子真有家教，这他妈教的。看见阿姨就说漂亮，看见叔叔就得说帅，不说回家挨揍。回家挨揍。开始。哎，对不起先生，在这里你们不能吃自己带的食物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吃他带的，他吃我带的。也行。那头不用分啊。